Vamos recitar a cerimônia de arrependimento aos 88 Budas. Li Bai Ba Shi Ba Fo.
Oh.
Yeah.
Oh.
Bye.
Oh.
Convidamos respeitosamente o mestre Zhihan para fazer uma meditação guiada.
恭请智翰法师领众禅修。应持法师，诸位法友，大家早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Bom dia a todos. E hoje essa meditação vai ser em chinês. 今天这个禅修是以中文进行。在《金刚经》，须菩提问佛说：“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现在我们一起来禅修。来降伏这个心。首先，我们先修止。把心专注一处，之后再修观。观无常，无我，观《金刚经》的法。迎请三宝，现在我们一起来迎请三宝，恳求三宝的力量来帮助我们修行。我们一起唱诵巴利文的皈依三宝。波当萨拉那让我们坐好，找一个舒适的姿势，把腰杆、脊椎打直。接下来把眼睛闭上，或者可以半睁开，将身体放松，集中精神。
安般念，注意鼻端的呼吸，感觉空气从鼻子进入和出来。吸气时知道我在吸气，呼气时知道我在呼气，放松身体，集中心力，观察呼气与吸气，但是不要控制它们。呼气，吸气，呼，吸，呼，吸，请继续练习。念身，正念皮肤。我们把心现在安住在身体上，观察皮肤，扫描身体，注意皮肤，从头顶到脚底，每个部位去扫描，训练把心安住在皮肤上，注意皮肤，识别皮肤，并深入了解它。头顶皮肤，头部，皮肤，
颈部，皮肤，左右肩膀，皮肤，左右手臂，皮肤，左右前手臂，皮肤，左右手，皮肤，胸部，皮肤，背部，皮肤，腹部，皮肤，腰部，皮肤，左右臀部，皮肤，左右大腿，皮肤，左右小腿，皮肤，左右脚，皮肤，左右脚底，皮肤，扫描全身的皮肤，从头顶到脚底，此刻将所有皮肤看成一个整体，一个皮肤袋子，皮囊，然后这样想：自从我出生于世界，一直到现在，这张皮囊从未停止变化过，它一直处于变化状态，它一直在老化，因为皮囊是无常的。
如果现在的皮囊与我出生时的皮囊不一样，那么我在哪里？可见而知，没有真实存在的我，也就是无我。梵文叫做 Anatman。 佛陀在《金刚经》中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请继续观察，心中默念：皮囊无我，皮囊Anatman。正念骨头。现在我们把心安住在骨头，观察骨头，从脚底到头顶，扫描身体各个部位的骨头，训练把心安住在身体的骨头，注意骨头，识别骨头，并深入了解它。左右脚底骨头，左右脚
苦头。左右小腿，左右大腿，左右臀部，腰部，腹部，背部，胸部，左右手，左右前手臂，左右手臂，左右肩膀，颈部，头部骨头，头顶骨头，扫描全身的骨头后，此刻将所有骨头看成一个整体，一具骷髅，白色而且有光泽的骷髅，并且这样想：自从我出生于世间，一直到现在，这骷髅从未停止变化过，它一直处于变化的状态，它一直在老化，因为骷髅是无常的。
如果现在的骷髅与我出生时的骷髅不一样，那么我在哪里？可见而知，没有真实存在的骷髅，或者真实的我，因为骷髅是无我的。梵文叫做 Anatman。 佛陀在《金刚经》中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即非菩萨。请继续的如此观察，心中默念：骷髅无我，骷髅Anatman。 佛告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现在我们将心转回到呼吸及整个身体，吸气时知道，
我在吸气，呼气时知道我在呼气，放松身体，集中心力，观察呼气与吸气，但是不要控制它们。不要执着它们。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呼吸、身体，一切一切的有为法，如梦如幻如泡沫如影子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呼吸，呼吸，请继续练习。此心的禅修，现在我们的心已安住下来，专注于呼吸和身体。接着我们来修此心，请闭上眼睛，观想自己的面孔，面带微笑，很舒适，
乐意。当心专注集中时，当五盖不升起的时候，这个心是清净的，这个心没有任何敌意、嗔恨、痛苦、痛苦，并且充满快乐。请大家在心中跟着我重复以下句子：愿我没有敌意，愿我没有嗔恨，愿我没有痛苦，愿我保持快乐。保持快乐，保持快乐。此心就像内在的光芒一样，让我们把这个光芒散发出去，扩展它，照耀到一切众生。首先散发此心给大殿里面所有的法友，即一切有形无形的众生。中观寺的护法龙天，Villa Mariana 社区的一切众生，圣保罗寺，巴西南美洲整个美洲大陆，地球，全世界，最后让我们移除内心所有的限制，将我们的慈心无限地扩展到宇宙所有众生。请大家在心中跟着我重复一下句子：
愿一切众生没有敌意，愿一切众生没有嗔恨，愿一切众生没有痛苦，愿一切众生保持快乐，保持快乐，保持快乐。现在，请每个人观想自己的亲朋好友、熟人，一切需要慈心和正能量的众生，特别是在这个新冠状流感的苦难众生，向他们传递正能量、慈爱的心。请各自观想。现在我们一起揉搓这个手，直到变热，然后按摩你的脸部。头部。耳朵、肩膀、手臂、胸部、腹部。背部，还有腿部。我们一起完成了引导式的禅修，希望大家都感受到禅修的喜悦、清安，并且回向法界一切众生都能离苦得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Agora vamos recitar o Sutta do Amor Benevolente. 恭诵此经。Thank you.
Oh.
此经与我的寂静的三心的一如是教学堪能真知理非常真知显功如何与不满之处与供养少时受生活见佛就根体经经生的见学不满求于所加不应多人何为你是面朝其他智者所见者愿一切众生皆心不安稳乐快乐伴有生命者若前若若若大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我可见我不可见我愿我尽我一生我为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我愿一切诸业是人的人不应出于烦恼及造恨恶诸障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有如此莫用生命保护自己为Por favor, levantar. Vamos recitar os três refúgios e transferência dos méritos.
Yeah.
A cerimônia foi concluída e desejamos que todos os seres sencientes estejam saudáveis, bem, seguros e felizes. Fa hui yi yuan man jie shu. Na wo men xi wang fa jie yi qie zhong sheng jie neng jian kang, xing fu, an wen he kuai le. Ami Ami tuo fo. Ami tuo fo. Nian fo chu ban. 南无